跟大家分享一个 ELRS 的小小技巧啊，我现在先把飞机上电。好，飞机上电之后，我们要点进去这个 Lua 这个里面看。然后它现在是已经对到频了，好了，它已经收到讯息了。这个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一件事哦，我们已经对过频的这个接收机啊，你看你现在进来它的 Lua 里面。你先到这边跳出，然后再进去，然后往下你会看到有一个 Other Device 这里进去，这里呢就会显示说你已经对上频的这个接收机的型号，我们再点进去，这里要稍微等它跑一下，那它这个跑的会比较慢，那我们就放着等它跑完，它会显示出现在你这个参数啊。然后在第三个这个选项，你看这个地方你要设定成跟你的发射端是一样的速率哦。我这边是设定100的负哦，这个，所以我就点这样子，信号不好，稍信微号重非常新连差，上联来。保失了かも。さっさと帰りな。好，然后跳出，它就是说你这样子设定好，两边的速率一样呢，你这个上电之后一上电，它就1秒之内马上就对到频了。有时候你会发现，说上电的时候它不会这么快对频，对不对？它就是因为在速率那边没有设定一样，只要设定一样的话，一插电绝对是立刻就可以连接上了。